主体好像是没进，主下体好像是没进。我看到那个贝宁啊，站在那个长江里边，在上下大坝下游啊，就大坝的就在他的前方，他的原来他的那个主膝盖是一直顶着那个上下大坝的，怕那个上下大坝溃堤呢，现在好像水位已经。前面的水位已经降了很多了啊，就是上游啊，所以呢，现在上下大坝，现在那个背景那个往后退了很多啊，就已经，站的地方离大坝很远了啊，也就是不用去顶那个大坝了啊，但水，还在，下降上游啊，下游的水位也比较高，也就是说，很顺利的把上游的水啊，引出去啊，往下游方向走啊，把它流出去，现在的情况，看到是这样，好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哦，对，再看一下啊，现在是不是继续瘦了啊？我那个八月七号的时候，我称的体重是151磅，昨天称的体重是147.2。磅啊，刚才再去称的话是145，145磅啊，现在那正常这样，每天看看啊，现在这个样子，